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球。那么这次视频呢，也是应一些小伙伴的要求啊，发一些刀剑士的视频啊。本人呢也是拿手的，就是刷风和游击啊。刀剑士呢也不是我很内行的。那么也是说发一些精彩一点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吧。那么现在进入游戏，这里呢也是给终结者，这里呢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回声道啊，终结者到了。那么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好的，那么这个棕红呢也是蹦来蹦去的，都不知道蹦到哪里去了。那么这里呢也是见到一个女鬼。好的，这里也是用一个身法换去的。这里呢也是后面就是推到那个楼梯上面卡了一下，直接给他扒了一层皮啊。要不是在那里卡了一下的话，我还可以装个逼，应该还可以装一回了。那这里呢也是站在这个小红的头上了，给他抓了几千呢。好的，那么现在进入下一局的素材，这里呢也是来到夜幕山庄啊。这张图呢刀剑士呢还可以，这张图也是挺大的，我也不太会玩这张图啊。那么现在也是拿着 M4 千变这把枪啊。现在呢也是大面子泛滥了，那么这里也是找鬼看准机会啊，这里有一两个挂机的，哎，不刀白不刀吧。那么现在这里也是见到一个女鬼了，哎，双连击还打不死她，哎，这个母体直接奔了过来，吓我一大跳，也是不小心给她扒了一层皮啊。好的，那么现在也是可以变猎手了，终结者也是追了过来的。那么也是找准机会红了，这个终结者好像有点套路啊。好的，那么现在也是看准机会，1000多2000多，还有一个双连击呢啊。那么这里呢也是给这个绿巨人呢很遗憾的给他偷了一个菊花。那么现在这里也是来到金字塔这张图，手里拿的也是这个黑龙不是千变了。那么这现在呢也是给终结者好像看上我了，这里也是控血控的不够好啊，要是再早一点那个牵拖的话，还可能把他刀死了。那么现在也是在这个通道上面啊，那终结者也是被我吸引过来了。那么后面也一个小伙伴，他卡了不动来，这里呢也是如果当时拿的是千变的话，来一个三连击的话，还可能把这终结者给刀了。那么这里呢也是很漂亮的一个控血，把这个小红给刀了。那么现在终结者也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也是在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哎，这个小红也是追了过来，也是不客气了啊。好的，那么这个女鬼就有一点尴尬了，你跑到这里的不刀你，那我岂不是很对不起你。好的，那么现在终结者也是追了过来了，这里呢也是赶紧逃啊，哎，这个小伙怎么给抓了呢。好的，这个母体也是来势汹汹啊，哎，这里呢就被他扒了一层皮。好的，那么现在终结者红了，我一刀我砍死你啊。那么终结者也死了，现在只剩下两个鬼了。好的，那么这里呢也是看见一个挂机的小红啊，哎呀，送上门的，哎，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那么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鬼，也是追到时间到也不知道，也看不见半个鬼影啊。那么现在也是进入下一局的素材吧。这局素材呢也是修罗切刀的，也是拿一个斯泰尔，我也知道大家比较反感这把斯泰尔的，这个斯泰尔也是只加了300内容啊，他这个好像有300内容。好的，那么现在进入游戏，这个终结者也是追了过来，这边也是来一个变现的。好的，那么这个终结者好像是怎么回事呢，哎，我也不知道，哎，这里漂亮的一个修罗切刀，那么这里也是掏出个麒麟刺，哎，这个队友就比较给力了，有没有。好的，那么现在也是终结者也死了，也
也是在这里找鬼，然后这个妖精是追了过来，好了一个切刀切，后面那个小伙实在是太给力了，有木有？好的，那么现在也是双人合作，好的，这里有又给他打死了，能不能这么坑呢？啊？好的，这里也是来一个身法，好的，这里也是切了一刀，哎呦，这个小伙的帮手好像挺给力的嘛，哈哈。那么现在也是来到复活点，这里也没有见到鬼呀、啊。那么现在也是开始发难了，可以变猎手了。这里呢也是上一下花店看一下情况先，捡一个饼箱啊。好的，那么这个矮子也是追了过来啊。不过呢，这个斯戴尔呢压制力还是挺强的，也是没什么压力啊。那么现在这里呢也是矮子也是红了，也是不敢过来了。中的嘛，那么现在这两个小红的一切刀，哎，这里呢也是没劈了，手剑也点了一下鼠标把他打死。那么这个矮子也是一想一切切不到啊，太远了。那么这里呢也是时间到了，那么现在也是最后一个素材了，最后一个素材呢也是用我自己的号打的，也是拿 MK5 双 A 字打的，也是最后也是装逼作死脱颖啊。好的，那么现在也是不解说了，大家听一下这首歌的节奏。好了，拜拜，下一次视频呢也是会发散弹枪的视频的。好的，谢谢大家的。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传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亲爱的三玩家小伙伴你好，我是苏南。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一期，不好意思说了，哎，给大家打一期炮，没错，吃大炮非比大炮，你还不要想多，人家只是在游戏里打打炮而已嘛，发泄发泄情绪。好了，本期视频的话啊、也是给大家来小小的撸一发，来到了这个生化金字塔。好，刚开始放了几个空炮，哎呀妈呀，完了，这下肾虚了，哎呀，白白射了三四炮。哎呀，一说到打炮突然想起来了，真的还记得前几年吧，那个马航失踪的事情，其实这希望我说出事实之后大家不要打我，马航那一个事情其实是我干的。怎么说呢，那一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睡觉了，突然间哇塞，感觉下体突然出现了灵感，哎，感觉要上厕所了，突然间发现哦，不是厕所，不是要上厕所了，然后突然间哇，朝屋顶一射，完了，哼，突然听到天空一阵巨响，马航闪亮登场，突然间哼，被我一炮坠落，哼，跌入了无尽的深渊，至今神识未迷。哎呀，开个玩笑啊。好了，现在话说的这个高点，那好，又要放空炮了，哎呀，真的是把这一个好的又是干掉了，好的中间者想跑。好，这边上来了一个妖姬，赶快跑！哎，可以别练手了，漂亮！趁这个时候赶快，哼，拿出我这把双刀来，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幽灵宝宝们，来呀，干死我呀！嘿嘿呀，大爷可跳可痒痒了，来来来来，上面的话有终结者，
以免被这个终结者直接垫个三连杀，所以说直接垫个 double kill， 所以说我还是选择跳下来。毕竟终结者的这一个十万伏特的电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看俗话说的好，电嘛能够一下子电醒你的机制，比如说能逼你死亡的时候就是做那一个心电，做那一个心脏复苏嘛，就用这电，然后一直电电自己胸口嘛。然后那一次我也是，哎，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胸闷气短的，要死了，然后送到了医院，就给我做那个心电图，谁知道这家伙这一电，然后我就哐一下蹦了起来，他说完了，诈尸了，他说不，然后这一电嘛，就差点没把我给电死。然后那一次我就说，人家我没事儿，人家就是睡觉，睡得有点过头了，正在做梦呢，不想醒来。至于做的什么梦，自己想象。哎呀，自己做了一个小梦嘛，然后在梦里，哎呀，玩的挺开心啊。还记得那里面有五六个这个小美眉搂着我，哎，大爷不要走。然后我就听到现实中一群人在呼唤我啊，快回来，你快回来。然后我在这种思想挣扎中挣扎了半天，我还是回到了现实，被那一个心电，就是那个心脏复苏嘛，拿十万伏特的电一电，我操，差点没把我烤焦了。好了，这终结者面临了我这一炮过去，终结者也是十万伏特的电始终抵不过我这一个曾经射下过马航的一把炮。好，这终结者又是想要过来，这终结者过来了，我们要赶快跑，他打一个游击炮，漂亮，给他来一炮，不过没打死。好，这边直接拿到一个爆头，不知道被谁的这个闪光弹闪了半天，绕了半天的一个圈子。好，这终结者又是来到了下方，再给他补一炮，哎，完了，没子弹了。他说打炮打得有够虚的呀，哎呀，我擦，又是没打中，我靠，我这炮啊，中国第一奶神炮，完了。我这一炮神的这一个称呼算是没了，打炮都打不准，我还搞做什么男人？好吧，这个笑话不好笑。好了，终结者又要上来了，你要上来是吧，宝贝儿？来来，你要上来是吧，宝贝儿？好，这个终结者是上来，不过他上不来了，我们再给他补一炮，趁他上来，他最后一击被这个四代给干掉了。那今天的话，我不光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打炮的视频啊，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无猎龙加成的一个这个斯泰尔片段。没错，无猎龙加成啊，就是说没有一个猎龙，没有武器加成，就用了一个新号。那么今天的话也是选择了一个这个不算是生化装，就是一个爆破装啊。这个号这个本局战神海一第一刀，然后这个号呢是一个狙击号嘛，就是说只有一个一把大炮，还有几个步枪，没有什么猎龙之类的。今天就最后片段给他带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斯泰尔秀。那今天也是无猎龙嘛，这子弹一共280，大家知道斯泰尔这种速度嘛，真男人射得特快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子弹完全不够用嘛，没有六七百发，你想去玩斯泰尔那就是扯淡嘛。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来一个无猎龙加成的看一看。好，这边先干掉一个终结者。那必要的时候呢，不能光打斯泰尔，也要打手枪，没错，所以我配上我的修罗。好，这边我们队友是直接刀了一个，好，这边闪光一下，然后再用这个斯泰尔压制一下。好，这个小矮子是被直接打了下去，我们捡一个这个补给箱。好的，获得一个防化符，刚刚被抓那个防化符也是回来了。好了，现在的话我们就剩下了差不多快要70发、80发的一个子弹，子弹已经是完全不够用了。好吧，看一看下面这个终结者，终结者要下来。好，这边的话先打一打手枪，然后再打一打这一个冲锋枪。好的，终结者终于也是上来了，哎，看着我这么帅气也是无奈的上来，哎，大爷我来找你了，哎，行啊，求干求干。好了，开玩笑。那现在的话我们继续找寻这个终结者的一个下落。好，这边捡一个补给箱，哎呀卡了一下。好，这边捡起了一个 MQSS， 漂亮，这个武器对僵尸压制性也是非同小可，哎，挺棒的一个压制性武器。好，这边的话是把这个中间者在那边挂机，哦，不是挂机的，向我冲了过来，来啊宝贝儿 ，come on， 然后上面一个小矮子也是盯上我了，不过不要紧，来来来，一起来，来来来，哦，大家一起来是吧？这个都没问题。好了，现在的话有最后的40秒，然后还有一个人我就可以变成这个猎手来了，所以说我现在要远远的猥琐起来，站在这个高点，输一输冲锋枪的一个输出。好，现在还有最后20秒，我看这僵尸已经离我太远了，那我现在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变这个猎手了嘛，所以说我现在没必要变，先开始先丢个生化手雷。好，这边的话是一个小绿巨人冲来了，不过他没有冲着上来。好，我们这边直接给他来个致命一刀。好啊宝贝儿，上来啊，让我这一个冲锋枪了结你的性命吧。好，这不停的话直接变出这个幽灵猎手来，直接在上面斩杀了一个这个绿巨人，本局战神海一第一刀。
没有加成的话，这也是挺简单的一件事情嘛。说没有加成怎么玩呢？没有加成就是说嘛，这也挺简单，就是说嘛，跑呗，对吧？边跑边拿手枪。好，那本期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观看，拜拜。